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今天乔林日志带大家来新加坡的 Juku。今天要带大家来逛就是新加坡的 Costco。可是新加坡的 Costco 在几年前它被 NTUC 买下来，所以它现在叫做 Warehouse Club。OK， 那我们就进去带大家大开眼界，新加坡的 Costco 到底长怎么样吧 ？Let's go。OK， 首先进来，因为疫情期间我们要先扫 QR code。你看，它真的是 under NTUC fair price 底下哦。噔噔，首先进来呢，左手边就是红酒、葡萄酒的区域啦。给大家看一下到底有多便宜，一瓶18块耶。哦，它是小的妹，小的妹还不错哦，小的妹18.9，19.8，我觉得还可以耶，可以接受，蛮便宜的。希腊一瓶22块，是啦，这是来自澳洲的。噔噔，哦，这个牌子很熟悉，2罐49.95，就是1罐25的意思。哎，那这样跟机场差不多哎，机场这个 yellow label 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卖28，它这价钱还比机场还要便宜耶。噔噔，看一下。啊，这个就贵了。东在机场的话是卖50块到58块之间，那这边750墨就卖63.5块。东其实在新加坡华人跟印度市场，大家用来坐月子或者是女生生理期玩的时候来喝的。这是最近印度人要过年，到11月18号。当当，好赞啊！这跟我们澳洲的时候一样。圣诞节会送一个大礼盒，你们看这边有超大的冰淇淋耶，18.9，这个有多重啊？6公升哎，哇塞塞，好多口味哦。好，现在带大家进去，噔噔，冷冻柜，这里面有卖花卖青菜，噔噔。出去，这卖的青菜比较少。我这边还有卖棉被区，也是面包。我觉得面包好少，它少了面包布。这是卖衣服的地方，这还有卖小朋友书包，好大一罐哦！这日本的 sake 耶，好大一罐，2L，多少钱不知道。Sake 是1罐42，这罐要42。噔噔，铜锣烧6.2。然后这是日本锅，日本咖喱4.5。噔噔，美乃滋，这边有卖电视哦，还有卖冲澡的。噔噔，这边是卫生纸区，这是卖锅子、卖电器，还有电风扇。噔噔，哇，这好大一罐啊，4.9哎！噔噔，圣诞节要来啦！噔噔，我找到无盐的，无盐的是38.95。哼哼。好了，买一个。我发现一个东西，台湾要卖多少？台湾这个要卖100多块，像9块钱哎。哦吼，买啊！我们今天买了这个，怎么样？很大一包吧？台湾的波特多，还有这个，
益美的饼干，这在新加坡只要9块钱呢！哇塞塞，好了，要回家吃了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我们买完这一箱之后，他那边剩2箱而已耶。你看，一定很多人，台湾人都在抢它。噔噔，我们现在开箱这个。在新加坡找到，然后我之前还叫我妈寄这个，从台湾寄来新加坡给我。这个新加坡的 Costco 卖9块钱，9块钱是台币多少？200出吧，大概200块左右。台湾可能190就买得到了吧。开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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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里面长这个样子，这个是原味，经典原味，有没有看到？它就是香浓黑可可。好，就一人一半喽。他上面说28个，3个，4个，5个，6个，7个，7个黑巧克力，8个，9个，10个，11。拿回去好了。不要，我不要拿回去，我放我的包包里。其实这样算便宜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一个人分到14个，14个4.5块，我们算14个台币100好了，便宜啊。如果4个在 Seven Eleven 卖，不是卖28块？对啊，还是这是几年前的价钱？好像几年前的价钱。不如年纪了。好了，小林子，下次见。支持台湾国货益美。无聊。好了，拜拜。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